杀妻尸体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放心，你死了就能解脱了。玄山榜排名第二的魔龙子，现身白龙之丘的消息属实。血海熔炼，谁生谁死还不一定。可惜，一个个都受了伤，倒是无趣了很多。难道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吗？如今唯有拼力一搏，